Arena, here to warn us. First blood. Enemy 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其实我这波是亏的，因为我这波线推不进去，我要叫蜘蛛。 他走不了这波线，他走的话，他这个线要掉太多了。 他得来帮我处理一下这波线。 他反击咬我，不要动到这边了，走吧，直接走就好。 我去，他差点给我敲死了。
畏惧。他这波练装了，这咱们不要了。我先推慢了，但是这还要出战。铺平道路。大号已组装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五一我要在家，在家。时刻准备着。继续杀啊，红哥！绝对不要回头。对，我爱你帖子。我的线好像还行吧。我爱你帖子了。这武器没办法，这不，一上去吧，还走上去有点累，这样打一区。这是进步的力量。变形完毕。我杀了。正在冲击。金丝带穿甲无敌了呀。哎，我的一没蓝吗？这波，我以为我有那个一的蓝，这是胖形态的一那个蓝，我以为是有的。这波把这暴女秒了，我在闪现走。这卡牌塔我的伤害挺高的。这版本不输你，不输眼泪了。面对未来吧。又来。这标给它标到了，可惜啊！但我这个闪现不用用了。暴行太 Q 出的时候 ，Q 出去的时候再把鼠标进入拉位，自己小枪放 E 嘛。这怎么？他应该还要再来抓我，这暴女，他死性不改啊！
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我要回去了。时刻准备。我去，刚才直接绑了，他还要走。我这不都卖成这样了，这也是这样，他随意嘛。他玩什么的啊，师傅？他直接就 E 就杀了，刚才。我怕卡牌要大了，走吧。他很怕他的一空，他玩的不自信。放眼未来，就是他很怕他自己的一空。正在充电。你怎么武器来不了？道理吗？不是很懂，还是不是很懂。这把露影魔刀第二件，第三件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打这个吧，打个先锋吧。大炮已组装，一个辅助自己在这里打，AD 死了，哇，他这么不亏。盖伦玩的好像是挺多的。卡牌要飞我，对一下吧。我去，蜘蛛！
我心太崩了，我摁错 Q 了。放眼未来，正在充电。今天峰哥刷了礼物，暴行他先 Q 再 R， 再 E 嘛，肯定是 Q 一啊。大炮已组装，开一波中路吧。我把 AD 害死了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我想把他拍走，放下断线牛盖伦跟着小兵上线啊，前面不要给他断线就好，感觉，然后前面不配他断线就好。嗯，我锤到 AD 脸上去了。波波素门炮肯定是小本，挺抽象的，是不？开大龙吧，打绿能这么随便赢。他走到是下面来了吗？我去，还是在上面啊？没关系，我稳点。绝对不要回头。他们大龙就好。我保护他。塞米拉好肥啊，我去，我上头了。
我以为我能我以为缠的那个是 AD， 我看错了，打的是一区的瑞斯哥。我这不看错人了，沙米拉不好处理了，现在。可以双啊，瑞斯哥。加我这个号吧，这波我想来跟他们大打赢大龙了，确实带线会好一点。他们杀不死我的一魔刀，但我没蓝了，我去。哇，感觉这一魔刀没什么用啊。就真感觉有点没用这一魔刀，叶刃不放还是要一魔刀的，他们三个 AP 啊，看死 AD 就行了。那也行，绝对不要回头。你是打个蓝。变形完毕。算了算了。锤时间。放眼未来，这拉扯就行了，盖伦没必要过来的。哎呦我去！
那么多兵他能标得中我吗？那么多兵他标到我了。接着人气吗？接人气是峰哥刷礼物啊。来一波了，我不死的话一波了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让他们打吧，让他们打吧，没事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没有，今天是峰哥刷礼物。CD 其实是也差不多够了吧，不缺 CD 的到后面。